也最好。2012年7月15日，什么山？马伦山，中途观景台。对面是什么山？东卯山。东卯山。那一座啦。视野不错，哪一座？那一座。哇，视野不错哦。好像还有蝴蝶。有兴趣的人可以来这里。还有两位美女。陪着谁？陪着我们的许冰城、沈碧凤、许冰城、两位姑娘。啊，我们现在来到哪里？马伦山的中途休观景台。观景台。啊，我们嘉义生态协会有没有要来办这里？可能没办法吧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登山口离马路太远。可以换成纵轴18小时、欸。那可能太远吧。十小时。来这五关过一暝啊，爬两粒吧。爬两粒。讲台语卖通哦。哎、欸，你五关泡温泉，8300人游乐区嘛，对吧？嗯。安尼就两位啊，两天的。两天的哦。哎、欸，去五关泡温泉啊。嗯。哎、欸，对吧？好、哦，哎、欸，谁？各位网友有兴趣的人可以来。哎哎，恁两位美女不？轻松轻松。啊，喂，美女入境啦、啊。可以赏赏美丽的风景哦。把镜头拉近。在北区。嗯，今天的节目就先到此告一段落。再见，拜拜。